事不安全，立即停工，为什么我们今天请工作人员办了一个鸵鸟过来呢？因为目前核四安全问题这么多，国安监督委员纷纷离职，而核四这两年的事故太多了，前上周才发生又在核厂又有事故，核三厂也有，核一核二厂附近又发生断层，但是马总统都不回应。我们严重质疑马英九是不是因为大选而不愿意去谈核能的问题，只顾选举不顾核安啊！我们希望马总统不要再有鸵鸟心态啊，能够真正的正视并回应我们大家安全的问题。我们就希望马总统不要再装鸵鸟啊！其实这从很多年以前，台湾的反核团体、环保团体、民间团体就不断地提出警告说，台湾的核四厂其实有非常严重的工程结构的问题。终于在今年的七月底的时候，终于有核工专家，也就是林宗尧先生出来跟大家证实，台湾的核四厂里面从这十多年来的问题。那所以我是想说，请政府也了解到说，核四真的不是依序顺利在测试中，真的不是。大家有了一些初步的共识，那共识包括，其实大家慢慢的了解，核四在现在这种状况继续再盖下去，是绝对不可以，绝对没有办法可以保证安全的，所以现在核四必须要有一个断然的处置。原能会就有说，其实现在立即停工是最好的方式，可是当初这样子的一个决议，其实后来到了原能会甚至到行政院的时候就被压下来了。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要要求马政府、马总统不要再继续隐匿目前核四的危机了。马英九总统、经济部到上个月还持续的在媒体上面放话说他们续挺核四，完全不顾目前核四种种的安全危机，所以我们觉得他们的续挺核四其实根本就是一个瞎挺核四的状况。我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秘书长崔树新，也是这一次原能会里面核四安全监督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十月加入这个核安监督委员会的。那我们要在这边严正声明哦，我们自从去年十月加入了这个核安监督委员会，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台湾的所谓的核安的这个检查核四这个运转安不安全的体制是这么的轻忽哦，这么的松散。核四安全监督委员会里面已经讨论过很多次，而且我们也听过台电很多次的报告，明明现在我们核四厂进入试运转的阶段，但是这个试运转的阶段事故连连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事故，跟当初在设计施工里面有很多的弊病有关。我们在八月的时候已经决议了，就是这里面既然有这么多的问题，这核安监督委员会里面有专家、有 NGO 代表、有地方代表，已经决定说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然后希望呢原能会能够上报给行政院、上报给总统，告诉他们现在核四工程盖到现在花了这么多的预算，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如果不彻底根本的改善的话，必须要找国内外专家重新体检。如果不这样改善的话，核四一旦运转是不可能会安全的。那这样的意见我觉得是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共识了。但是我们呈上去之后呢，我们后来却看到过两天原能会副主委谢德志先生就得下台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上层给他的压力，虽然他口中一直说不是，但是这个时机实在太敏感了。当我们要求他把这个核四不安全的决议要呈上去的时候，他就要离职。后来再过了一两个月还是没有回应，高层还是没有回应，后来核安监督委员会里面的专家林宗尧先生也不得不辞职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再做下去我们可能都要被为核四安全背书了。我们今天来这边是为了来这个委员会是为了要监督核四安全，而不是要为核四安全背书。目前原能会的核安监督委员会里面的共识，这个共识是原能会、核安专家还有 NGO 代表共同的共识，就是目前的核四照这样的结构再盖下去的话，绝对没有办法安全，它一定要改变它里面工程很多根本性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马总统你知道吗？核四错误工程现在目前因为这些错误每天要多烧1亿，而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核安监督委员会里面他就有报告了，但是外面的人都不知道，就是里面我们核电厂里面的电缆整个铺设错误。
现在核四工程已经出问题了，然后专家跟员工会都已经讲了。那但是问题是，马总统是不是因为大选而刻意压下这些核四争议？是不是逃避处理？目前不管是马总统还是吴院长都说核四安全才能运转，但是我们现在要质疑的就是，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样保证核四安全？核四这些工程问题你现在都不处理，未来怎么会安全？